这老婆搞女人，我没有老婆呀，叫你签就签，你啰嗦什么？文叔，此人真有这个能力。梦境与现实之间是存在虚实之别，当自己的梦里存在有现实生活的人进入的时候，和他人为虚，自己为实，在梦里发生的什么，他的一切都是含糊不清的。赶紧上车，你身手再快还有子弹快吗？